我是边个？我是2015年恒大传播学院毕业生 Ashley。咁我自己读中学嘅时候咧，就学校嘅辩论校队啦，比较倾向中意思维训练嘅一啲课程啦。加埋自己咧，亦都好中意文字嘅，所以当时知道恒大系香港唯一一间结合咗商业同埋新闻嘅课程之后咧，就拣咗呢一个嚟选修。第一就系佢有一个跨学科嘅训练，恒大嘅传播学院嘅设施咧，亦都非常之完善。我自己咧最中意恒大嘅 TV Studio 啦，喺呢一度咧，我学识咗好多商业新闻同埋传播技巧，咁亦都了解到成个广播新闻嘅运作。恒大传播学院嘅课程系全港首创以财经、商业同新闻传播加入最新嘅数码同埋传播科技嘅元素。我哋紧贴社会脉搏，传播学院同业界有紧密嘅联系。我哋致力培育商业传播、企业传讯同埋传播科技专才。恒大咧提供咗好多嘅实习机会，第一次实习咧就喺台北嘅中华电视台，其实俾咗好多机会我哋可以接触到唔同嘅跑新闻嘅经验啦，训练到应变能力同埋批判思考嘅。第二份工作咧喺本地嘅 Now TV 新闻台。令我可以了解到成個行業，拓展咗我嘅人際網絡。我哋其實每年都有喺恒大入邊請一啲同學嚟做 part time 啦，之後都有好多會成為咗我哋啲同事啦。咁我哋發現佢哋都有幾個幾好嘅優勢，包括恒大嗰個課程咧，佢哋比較了解多啲商業社會嗰個發展啦。咁變咗喺我哋報道財經新聞方面咧，對觀眾嚟講係即係瞭解多啲。咁另外就係喺專才方面。他哋會比較多一啲嘅數碼嘅訓練啦，包括剪接，亦都了解新媒體嘅運作。咁其實對我哋發展新媒體業務反而係有幫助。咁我而家咧就喺間公關公司入邊擔任高級經理，幫一啲國際品牌去進入大中華嘅市場。咁喺過去幾年開始，我已經舉辦超過100場嘅線下活動。我自己咧亦都喺一啲大中華唔同嘅大專院校做客席嘉賓講師。恒大传播学院的商业新闻及传播训练，令到我在不同的岗位都尽展所长。恒大人 ，live to lead。